早上6:19，欢迎您收看中天气象站，我是尹秀，赶快带您来先关心外头目前天气的状况哦。来看到的是呢，台北市目前外头的温度15.4度，蛮凉的哦。提醒大家，尤其北部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呐、一大早呢，天气还是偏凉。还有要提醒大家，就是啊，出门记得带伞。北部呢，这个降雨几率80%哦，赶快先透过大雨特报的雨区范围先来关心。目前呢，气象局针对了基隆还有新北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，所以特别提醒这两个地方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在雨区出门带伞，包括呢，而且记得要开车慢慢开，行车要注意安全。另外呢，全台湾一大早到底哪里最冷呢？赶快来看看目前最新的测站显示的温度哦，这是连江的马祖金城平地最冷的地方，最低温在哪里？就在这个地方测得了10.7度低温。另外呢，金门县的乌丘11.9度低温，还有呢，包括了金门以及金沙的测站也都测得了大概10到12度之间的低温哦。特别提醒领导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这一大早清晨温度呢还是偏低，一定要带保暖，多加外套跟围巾了。另外呢，来看的是天气变化天，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重点。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注意了，今天很可能下雪降霜，机会非常的大哟。还有中南部的温差相对来得大，而且高达了9度，东北季风这个增强影响之下，北台湾都是湿湿凉凉。另外呢，卫星云图同步来关注。北北风增强影响之下呢，迎风面北台湾又凉又冷。好，一大早晨夜的低温就是呢，早晚低温呢大概呢下探13度到17度之间。好，甚至呢刚也很多地方也是测得了10度的低温呢，千万要注意保暖。这现在目前呢还是温度相对来的低。好，另外呢今天的温度预报图同步来更新了，北部地区低温下探14度，中部地区15到24度之间。好多。多云到晴，南部地区一样多云到晴，低温16度，高温25度，一来一往啊，这温差可能就高达9度了。东部地区今天会下雨，温度低温下探17度，高温21度之间。另外，强风特报还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喽。目前由于呢这个持续的东北季风增强，台南以北东半部地区包含了兰屿绿岛、还有恒春半岛、澎金马沿海的空旷地区。都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，提醒您这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。以上是这节最新的气象资讯，提供给您了。